梦幻西游三维版这周大阵仗，预早前降临三界，十人副本测试上线。各位少侠们大家好，本周维护更新后，九尾入启梦活动将全服上线，大家就可以跟客人预早前过过招了。十人副本也如期而至，在部分服务器测试上线，神兽飞天踏空而来，还有更多内容，详情请听皮皮剑一一道来。阴阳师联动活动九尾入启梦震撼开启，SSR 是神域早前降临三界，以召唤兽的形式陪伴玩家共赴梦幻之旅。本次活动包含逢魔之石、大妖降世、悬赏封印、追忆绘卷等多个玩法，参与所得活动积分可在联动商城中兑换各式奖励，其中包含使用此积分券所获得的积分可用于兑换全新召唤兽。此外，联动商城还将上架玉面九尾礼，包含预早前积分券40、金柳露30，可先人一步获取。本期的版本解读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九尾入启梦与十人副本的新鲜体验。